我来介绍伊，无讲介绍到过恁捌伊比捌我搁较深啦。所以，但是所以我想到伊迄个师大毕业嘛吼，啊，迄个叫迄个美菲斯大学叫。台湾 ，USC 啊 ，OK， 啊，然后伊伫美术大学做教授嘛，哈，教艺术。啊，咱迄个台湾人的社团的，然后刊物的插图哈 ，logo， 一大部分拢是伊设计的，哈，啊伊啊，迄个当人权会迄个，这个是主席也是会长，啊，今日就要讲。这本册吼，《台湾人权协会1970年到1990年年代的故事》啊，安怎嘛开始？好啦，多谢，多谢会长吼，多谢会长，啊，甲另台湾人连论坛吼，给我这个机会吼，来甲大家报告这个人权会的故事啦。多谢，给我这个机会啊呢。我今日吼。是要来报告吼，即个人权会1970年代到1990年、1990年代的故事，即毋是要来讨论理论，也毋是来辩论会，是要报告安尼。这本吼是我迄个编辑的安尼啦吼。这本是我编辑的吼，迄个原因是2003年吼，踮咧台湾的五三年基金会吼，有办一个朱家甲林同吼，1950年甲1990年的这个检讨会安尼，踮咧台湾有办一个安尼，啊，因为我是人权会。诶，迄个会长吼，所以我代表人权会去参加发表这篇文章安尼。这篇文章就是台湾人权协会1970年到1990年代的故事。我发表时阵，踮咧迄个检讨会发表安尼。当然，你发表的时阵，干七点钟真久安尼啦吼，时间真短。但是我准备真多安尼啦。啊，所以回来的时阵吼。把遐个资料拢甲整理起来吼，啊去募款一点仔钱吼，啊出版一本书出来安尼。啊，搁再另外我决定要把遮个资料整理起来吼，啊出版一本的一个原因吼，一项啊就是最近吼，咱台湾人吼有一寡台湾人吼对这历史敢若有趣味啊，譬如讲。这历史学会会长啊，甲台湾文科吼，因即摆伫咧整理历史嘛，啊咧发表呢，所以我想讲啊，这个时阵啊，啊拄啊好哦，因啊咧拄啊咧强调历史吼，啊所以呐，去出版一本啊咧，所以这本是人权协会吼20年来的这个故事啊咧啦哈，就是咧讲。过去咧创啥安尼吼？啊，毋是咧讨论理论，也是咧辩论讲啥物是人权，啥物是民主，啥物是自由安尼啦。所以今日我要报告吼，是讲吼，伊个故事是啥物安尼？人权会在这二三十年中间吼，是咧创啥？啊，是咧做啥物代志安尼？所以我今日是要报告，毋是要。理论的一辩论安尼吼，所以这本是迄个我所报告啊，甲一寡过去有一寡迄个整理的资料啊，甲变作一本书安尼，这是安尼安尼，所以这是一个记录安尼啦。啊，因为即摆有一寡人对历史。有趣味嘛？敢若讲历史协会啊，甲台湾文科，所以后咧整理，所以我想讲，安尼也是真好机会吼。就是讲过去台湾人
你做一寡代志吼，有一个记录吼，啊，囥喺吼，或者历史的人吼，都保存安尼。因为林冠辉吼，做真多代志吼，敢若台湾人敢若真侪也无人知影安尼。那譬如讲，即马咱吼要登去台湾，还是要来美国，敢若咧行炸卡咧。爱来就来，爱回去就回去，安尼吼。但是三十年前吼，唔是安尼啦。三十年前吼，根本无人权的存在，所以吼，若要写文章，还是讲啥话的时吼，真可能就吼，被抓去关起安尼。所以即摆变化真大，真无同款。所以今日一台湾会变作遐尼自由、遐尼民主吼。啊，佮在啊有一挂人权哦，是台湾人家己拍拼去争取来的啦。所以这个就是咧台湾人权会吼，北美台湾人权会的故事，就是讲踮咧美国的这个早期的留学生吼，伊所奋斗的这个经过的记录安尼。这是一个记录，啊一个历史安尼。啊，因为真侪人唔知啊吼，所以我要使用这个机会吼，啊，甲报告大家听安尼，好知安尼。早期的迄个留学生吼。大家真爱台湾，所以真团结啦。啊，有咧对台湾吼，咧争取民主甲自由，因为台湾早期是在迄个专制独裁统治之下，所以社会吼真黑暗、真无公平安尼，所以真侪冤枉的代志。啊，所以早期的留学生啊，踮咧美国有咧从业政治活动，所以咱讲有咧台湾人活动安尼啦，台湾人的台湾人运动安尼啦。但是因迄个时阵吼，因咧话是啊，也是咧外口咧 protest 咧游行的时阵，因拢是咧发讲独立啦吼，就。但是吼。因为迄个时拢是较无组织安尼，若有啥物代志发生的时，啊，就招一挂人，也是讲同乡会，也是讲招一挂人，啊，就去倒啊去示威，啊去反抗安尼吼，无组织安尼啦。所以吼，所以有一挂台湾独立袂起的学生吼，才会。这些社会人士哦，甲这些人员吼，讲吼，咱就要有组织起安尼，因为大家拢知影讲组织造一个力量嘛，吼，所以就是安尼吼，造这个人权协会会产生安尼。当年1950年代、1960年代，台湾人真侪活动啊，吼，政治活动啊，但是迄个时阵就是拢无组织安尼嘛，所以才有这个组织，这个提议安尼啦。所以在这1976年的时阵吼，有一群妇女，一挂妇女出来组织一个会，吼，这个会哦，这以后它改这名哦，这台湾人权协会。啊，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讲，啊，那专业的妇女安尼，啊，譬如讲张兰啦吼，这是张灿龙因某啦，啊，佮大家。戴惠妹啦吼，啊个林雷冠啊、林千乐等等，这十几个，踮咧纽约这妇女吼，
大家起来组织起来呢，这个联欢会，大家啊，以后有人咧问讲，啊，咱拢选走啊，大部分是走倒去，因为遐因先生吼，拢是台独的迄个运动分子安尼吼，所以不爱出兵安尼啦。什么原因呢？有一个原因啦吼，就是吼，吴文龙甲丁志才赛事发生以后的时阵吼。迄、那个台湾人的组织吼，台湾组织吼，去用点乌点，点油色去好。所以吼，遐先生遐大伯吼，拢袂使出，也是唔敢出安尼，因为吼 ，FBI、CIA 吼，有咧注意安尼。所以因为安尼吼，啊出组织的人吼，拢是俘虏安尼。所以真侪人吼，过去人咧问讲，啊那拢俘虏安尼，啊那拢无打包，就是迄个原因啊咧，迄个原因就是伫遐啦。因为迄个早期的即个台湾人，而且个政治组织吼，啊甲运动组织吼，拢互美国政府定点安尼，就是讲，恁家是一个反动分子安尼。但是美国的国内吼。伊无爱予其他个国家个人吼成立迄个政治组织安尼，所以即个有人办问啦，那拢啊是讲那拢俘虏安尼，就是原因就是因遐个先生吼，拢是迄个台湾独立运动个即个重要人物，啊个迄个有小号问题个人吼，所以叫因太太出安尼。所以这也是算在历史其中吼一点趣味的所在啦，就是讲那拢走啊，大波走落去，关键就是伫遐呢。迄张庭兰吼最近过星期，因为最近在台湾纽约是过星期。啊，成立以后的时阵吼，同款迄个时阵，踮在洛杉矶吼，也有一群人。同款迄个时阵啊，迄个年代吼，台湾人吼，真热情啦吼，啊，真爱台湾啊咧。所以迄个组织活动吼，弄个第三星起来咧。同迄个时阵吼，踮在洛杉矶考世界。啊，个考前会，啊个过程工，过程工，即摆人家去咧食啦吼。啊个迄个张基照，啊个田德和，啊王太和吼，啊因也组一个，或者台湾联关文化协会。所以讲迄个时阵吼，有两个联关会安尼，啊因为吼，因为伊这两个的宗旨。目的拢同款吼，所以因到尾啊吼，应该讲好势吼，啊才甲合起安尼，啊才变作一个就是迄个台湾北美联管理协会，所以变作一个安尼啦。即个考世界吼，伊也是迄个。台湾迄个独立运动的迄个重要人物之一了吼，啊，柯建伟因太太即马也写过真偌重安尼，啊，王太和啊，郭晋江啊，即马搁咧洛杉矶安尼哈。所以第一届会长就是张庭兰啦吼，啊，第二届就是柯建伟，啊，第三届是啥物人啊？就是迄个范新亮，范新亮的时阵吼，1960年代的时阵，踮咧 MIT 吼，有一个干掉案。因为我今日要讲的，即个是迄个干事啦吼，毋是迄个个人事啊，所以我简单讲起来安尼。迄个1969年的时阵吼，国民党诶派十几个学生吼来 MIT 读书安尼，啊，就是要接受迄个 MIT 诶即个教学训练啊。要研究飞弹，
咧演讲啊啥个时阵哦，伊拢有迄落干爹哦咧翕相啊咧，所以这样代志闹真大个。学生吼、哦，学生讲下面迄落大学有失败，就是为啊开始起来咧。啊，迄个时阵哦，真大啊，所以反清人后出真侪来咯。啊，到尾第三任的会长才好伊做安尼，哈、哦。啊，第四任啥物人？哎、欸，就是迄、那个啊，第五任就是迄个林心迪啦，啊，所以就是我呢，所以因为我做过林光辉会长，所以我才对我来讲讲，迄、那个五三年踮咧台湾开迄、那个自家甲林董迄个研讨会的时阵，我代表林尚辉去遐发表我这篇文章呢。啊、所以吼、哦，虽然讲遐俘虏啊，甲遐早期遐会员，到会长以后时，嘛是其他人啊，佫继续咧认真咧拍拼安尼啦吼。啊，继续咧推动这个，这个人权运动，因为迄、那个，早期大家拢是推动，拢是咧画独立建国安尼吼。啊，有一个教授，美国教授讲吼，对外讲吼，争取人权安尼吼，美国才会接受啦。美国吼，才有法子人接受你的政治活动安尼。所以因为安尼吼，无咧化民主，无咧讲争取民主，无咧争取自由，就是讲争取人权安尼。所以这个人权会的原因就是伫遮安尼。我其实迄个人权会哈。继续吼、哦，伫咧推动，就是有一项代志，就是迄、那个张经石甲吴明辉吼、哦，走为台湾逃走出来的时阵吼，啊，迄、那个即个台湾人吼、哦，运动迄个国会吼、哦，美国国会啊，开一个听证会，所以这是真大一项代志安尼。因为哦，在迄个时阵哦，国民党定调的时阵哦，台湾的迄个活动哦，拢去用受限制安尼，所以在迄个台湾人哦，诶，这个运动之下哦，啊，踮咧国会就开啊头一遍的人权听证会，这是头一遍，这是吼真大项代志。踮咧台湾啊真轰动，啊，踮咧中国的诶迄个啊真轰动安尼。啊！佮再刷落是王兴南事件发生的时阵吼，呀，迄个台湾人权协会啊，佮一寡台湾人吼，即运动吼，踮咧迄个国会佮再开一遍迄个听证会安尼，王兴南的即事件安尼。啊，迄、那个日本迄个时阵吼，也是真活动啊，真侪迄个真侪人吼，踮咧咧从事迄个人权运动，比如讲王善梅啦吼，啊金美玲啦吼，毛青芬啦吼，啊甲一寡遐个人吼，也是有甲台湾人吼有真合作安尼。啊，所以吼，
像拄好有一个日本吼，即本俘虏吼，说三宅清次吼，伊也对台湾的人权吼，伊真有趣味。伊个三宅清次是日本人，啊，嫁台湾人，所以对台湾啊真了解，所以提供真多资料安尼吼。啊，所以吼，即个人权会吼，啊，甲日本即个同乡吼，送去国际特赦会安尼。所以因为安尼个时阵吼，国际特赦会开始对台湾的事件吼。真注意安尼，也真帮助安尼。结果有35的这个国家吼，因迄个35的中间吼，有迄个台湾小组咧帮忙迄个政治犯，会脱罪安尼。啊，去哦，即个外国帮忙，即个30+即个人吼，譬如讲谢聪明啊吼。规条顶啦吼，啊个苏格通啦吼，林水泉啦吼，林水泉即摆人个伫遮，啊个陈青山，因遮拢有去哦，外国的即个组织吼，去接受个最良心犯，啊咧替因遮咧拍平呢。1978年的时阵吼，美国开始有一个风声讲。也可能会甲迄个中国更加吼，会甲台湾绝交安尼。所以有这个风声有咧飞的时阵吼，啊，华府哦，一挂台独分子啊甲台湾民主运动海外同盟吼，主席郭武新吼，开始活动安尼，配合这个人权会啊，甲这台湾独立分子吼，老壮安尼。所以吼。在1978年12月16日时，迄个美国卡达宣布迄个甲台湾绝交以后时呐，啊，因为在同乡哦，有去接受个Jim Lynch， 啊，甲佩尔，啊，甲在其他在各个议员吼，罗雄。建议吼，讲要安怎吼对这个台湾管理法，的这个消化人呢？所以台湾管理法吼，对林冠辉吼也真有帮忙吼。啊，迄个咱即摆来看讲台湾管理法的时阵，有咧讲林冠的代志吼，迄是台湾人吼，啊个林冠辉吼，啊个在台湾在同乡吼。建议讲，人权就要下入去安尼，所以除了民主、自由以外，啊，佫就要重视人权咯。这样代志也是人权会吼，啊，佮遮，尤其是陈东山吼，因遮的人吼，提议吼，啊，因遮佮加入去安尼。这就是讲，就是讲，陈顺山讲，就是讲，要求美国国会吼保护甲尊重台湾所有居民的人权啊，基本人权。这条吼写入去内面吼，也是遮的人的这个贡献。所以今日咱讲台湾管理法吼，其中吼有一挂条文吼真重要吼，尤其是人权吼，是陈东山啦，啊个陈东山啦，啊个。林冠辉啦，啊，甲郭武新啦，吼，啊，因遐个人吼，都拍拼都总裁安尼。卡达甲美国建交以后，当然，踮咧台湾。变成一件大代志安尼，真大代志安尼。啊，所以吼，林冠辉啊，甲一挂台独遮个人吼，发动小辈吼，和卡达、加拿大啊，甲苏拉是因遮帮忙安尼。啊，讲了个，伊个卡达发生以后的时阵吼。啊，无偌久发生高雄事件，啊，高雄事件嘛是
对台湾讲起来是真大件代志安尼。所以吼、哦，全美国差不多每一州啊，拢有成立这个人权会的机会安尼，都推动这样代志安尼，都反对了，反对国防事件，反国民党反对安尼。啊，迄、那个第四任的会长哦，柯水芳哦，伊嘛是，伊嘛开始向迄个外国人的迄个媒体哦，啊，罗安呢，争取哦，对这个台湾人权的这个重视啊呢。啊，搁在因为台湾人权以后开始咧运动的时阵哦，啊，所以迄个第四任会长柯水芳哦，罗申请迄个 IRS。变成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所以台湾人权协会吼，是迄个头一边迄个台湾人吼，第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啊什么人权会的会长吼，争取出来安尼。所以四十年来吼，人权会的活动啊，那咧独管啊，是咧经费咧支出的时阵，拢是迄个人。第六大步吼，就是因为咱人权协会有一个 IRS 是河马底啊。1981年国营事件发生以后，啊，搁到81年邓文成谋杀案事件以后的时阵，啊，变作这样代志啊，你嘛吼。啊，迄个人权会嘛是发动吼全国 no protest。但文成这样代志，台湾的人权吼，在迄个国民党迄个控制之下、压迫之下吼，得到真侪国际人士的这个同情甲帮忙安尼。譬如讲，1982年吼，迄个天主教的牧师吼，啊甲修女。开始，对台湾吼有真大的同情甲帮忙，但美国吼受到迄个人权会的安排吼，有各处去演讲，啊去迄个宣传迄个人权的事件安尼，所以有十几州吼，拢有迄个戒神父啦，啊加迄个马丁神父吼，迄个修女。去啊！演讲去迄个宣传迄个台湾人权的这个事情啊！呢，1987年啊，他们洛杉矶哈人权协会哦，有咧protest 诶游行啊！呢，啊，迄个。曼翠帕克的那個警察局長喔，都翕相。啊，遐人權協會喔，東加州人權協會遐人去遐protest，因為那個在翕相喔，那是要把相遐翕出來喔，啊，要上登入國民黨安尼。啊，所以喔，洛杉磯的人權會喔，去protest。啊，怎啊？联合的 ACLU 哈，去告向法院个告美国，哈，违反人民的人权啊呢，指挥人民的自由啊呢。所以的林心迪啦哈，林心迪嘛是阿个里家哈，王太尔因遐代表人权会啊，联合美国的迄个 American Civil Liberty 哈 Union 去甲告。啊，这个官司吼，拍真久，啊，结果吼，告赢呢，那人权会告赢呢，所以吼，踮咧美国的媒体吼也真轰动啊呢。像迄个1959年、60年代吼，啊，到70年代吼，参与迄个人权
运动的人哦，真侪安尼。所以吼，1987年啊，林冠辉在洛杉矶开会的时阵吼，啊，决定设立一个台湾林冠奖安尼。啊，迄个头一遍的林冠奖就是在洛杉矶颁发安尼。啊，即马头要去要40年安尼。因为吼，虽然按你现在按你讲讲的吼，常务林冠辉活动的人吼，实在是真多啦。差不多40多州的人吼，拢有动向吼参加安尼，出力啦吼，也是讲出钱啦、出时间啦吼、写批啦，啊去接受迄个美国的迄个参议员啦、议员啦吼，真多安尼。所以设置的林冠奖就是要将保障遐有对林冠有贡献的人安尼。啊，这个早期的这个林冠奖啊，就是踮在迄个大都市的吼，轮流吼咧颁发啦呢。啊，譬如讲踮在纽约、辛辛那提、芝加哥、休斯顿、达拉、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克利夫兰，等，吼，咧颁发啦呢。国民党的时候，继续迄、那个往迄个专制独裁哦咧统治台湾，所以1989年吼，陈南洋吼，伊所发行的迄个杂志吼，我去有国民党吼，两边个官嘛，啊，伊是那抗议的时候，啊，是那家己消息，迄是1989年4月的时候，陈南洋吼。自焚吼，抗议迄落安尼啦。啊，因为吼，伊死去吼，对台湾人的贡献实在是真大啦吼，也是和一寡台湾人吼真震惊安尼，所以林冠辉也甲伊设置了纪念奖安尼，就是林冠辉纪念奖，迄是1989年吼开始设的安尼，啊，即慢慢是30几年安尼。1970年代到80年代吼，林冠辉咧从活动的时阵咧发的时阵后壁实在是台湾独立组织的遐的人吼咧支持安咧发安尼啦。所以林冠辉吼，用迄个名咧推动林冠运动啊，啊实在是后壁咧推动遐拢是大多遐人员安尼啦。因是吼，因为踮在美国袂使公开活动啊，所以照林冠辉的名吼，踮在外口咧推动安尼。啊，所以1990年啊，台湾独立联盟哦，决定讲要迁台的时阵，哦，啊，迄个台湾独立联盟建国组织吼，开始行出外口出来安尼。所以为1990年代哈，开始有一挂人要突破这个黑名单，伊要登记安尼嘛，所以突破这个名单安尼，所以有开始有迄个泡泡黑名单运动安尼。有一个迄个运动吼，这泡泡黑名单运动安尼。迄个黑名单运动吼，因为吼袂使等于台湾的人真多嘛，所以吼林冠辉啊甲陈忠信啊，因家人吼，因要出一本台湾歌，迄个我他歌甲改名，我说台湾歌安尼。你写讲台湾写黑名单啊，偌济安尼，拢总4-5千个伫遮安尼。所以1990年吼，台湾独立人民吼公开要迁台的时阵吼，就是要拍破这个黑名单安尼。啊，所以吼，1990年以后一波一波地登去安尼。
啊，比如讲过波行来，你应援然后过星光然后丁三龙，因遐咱遮较熟的人，因遐登记啊较去用跪下呢嘛吼，这样代志咱知影安尼。啊，1987年改革年改革改组以后啊。我继续有人一日转去安尼啦吼，啊去探家安尼，所以1992年啊，啊，只那国民党无多在伊个无多人控制之下哦，煞废除这个刑法100条废止，而且嘛是迄个林冠辉啊，甲遐个台独。这些人共同打拼的这个结果安尼，所以我这个报告就是讲吼，20、30年来吼，台湾人在咧海外的这个奋斗努力吼，到今仔日的这个自由、甲民主吼，啊甲人权安尼，因为敢若有民主甲。较自由吼，无人权吼，而且敢若一间厝吼，无大条安尼。所以人权吼，毋是有民主有自由，啊就人权就自然来安尼，毋是安尼啦。人权吼需要争取，吼造人权安尼。啊，当然这毋是敢若人权会功劳啦，就是讲甲台湾也是咧配合咧拍拼安尼，但是。要讲就是讲，有迄个台湾即马有民主、自由，啊，搁在人权的保障吼，是迄个海外的即个台湾人吼有贡献的所在安尼，有打拼贡献的所在安尼。所以即马吼，搁在讲到这个，即马真侪人吼，你登去台湾，敢若你行煞卡咧，爱登去就登去，爱要来就来安尼，爬来爬去，拢自由安尼吼。拢自由吼，这是海外这台湾人吼，打拼帮忙争取来安尼。所以吼，我今日报告这就是伊个林冠辉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历史安尼，因为吼，历史是一面镜嘛吼，咱知影家己的时，看到家己的时，才知影讲咱是啥物款人安尼。啊，尤其是即摆有即历史协会啊，甲台湾文库安尼吼，所以吼，我报告遮就是希望讲有人知影吼，讲台湾的即个人权会吼做啥物代志，过去20、30年来做啥物代志安尼，对民主、台湾的民主、自由、甲人权呐，毋是完全拢是人权会的功劳啦，但是有帮忙安尼。我这是我报告安尼，感谢安尼，多谢大家。咱台湾的发展吼，台湾开等于讲，因中国人来台湾，伊国民党叫共产党管来台湾，因15%的人口统治台湾这尔久，15%统治85%的人口。这尼啊久，哦，啊，这个中间台湾人，伊啊要讲要追求讲咱家己要出头天，要家己当地家己哦。这个努力哦，其实咧国内哦是无在地发展，因为你就去RCC，啊，迄当阵主要就是靠这留学生，这几十年前，啊，啊，40年前以前，俺就是累积落来，俺40、50年前就累积来，拢是靠这留学生伫遐咧拼，哦，什么台独联盟啊，什么啊，人权会啊，什么啊，啊，到这尼啊久，偌济人出问题去，袂当转去什么，作者只，可甚至讲爸母在台湾过身，袂当转去啊，我袂当怎，啊，到即摆咱啊最近这留学有这个希望讲完全。正经就是讲台湾人，我就迄落，所以明年来选举，真有希望讲，迄个蔡英文当选，可能政党发落去，啊，国民党的迄个当选来没收嘞，
啊，牧师，你看即摆最近国民党因咧选总统，即个选举伊等于讲，迄个朱立伦做啥？做啥物代志？是搁做的，做啥物代志？反正一趴一趴拢什么？要提名副总统，提名总统，提名副总统，啊，迄个部分区的，每一边有一个行动，啊，就随有一个啥物唔对的所在 feedback 转来，吼、哦，啊，所以煞咧真有可能讲明年吼、哦，国民党完全 collapse， 必须收档，啊，你啊讲啊，明年以后若正经是这个代志，大家人个百分之百家己管家己吼，即个咱即个。追溯到源头吼，爱感谢即个头前即个留学生即个遐活动，啊，咱即摆看迄落大家有啥物意见？我补充一点啦吼，50年前吼，50年前我来 UCLA 啦吼，无人甲我用心啦，吼、哦，用心啦，所以我感觉真艰苦啦。啊，所以过当年，真提起啦，我是感觉讲地球顶吼，若有台湾人啊，无台湾同乡会的所在吼，我绝对要去甲参加同乡会啦。所以我1966就踮咧 UCLA 办即个迎新会啦吼，有台湾的留学生来，啊，就是黄坤生教授吼，伊拢在遐啦，伊在遐斗创啊。啊，所以你今仔日咧讲人权的，我就是讲迄个台湾同乡会，迄个时阵是袂使办的啦。因是甲你讲做，迄是台独的外围的组织啦。哦，啊，阮遮死囡仔吼，都敢那个唔敢管啦。讲恁咧台湾会当有山东同乡会，会当有浙江同乡会，啊，遮台湾囡仔出国出外，啊，袂当讲家己斗阵，啊，创一个台湾同乡会安尼。所以迄个时阵，1966，就是49年前，我开始从啊，拢黄坤生教授拢在遐的，当导务了对啦。哦，所以这点头一摆甲你说多谢啦。哦，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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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陈荣喜，我名单是大家拢全都入去啊。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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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那个人权会，我要讲的，就是讲有一点，就是讲吼，台湾的民主、甲自由、甲人权吼，是照迄个会长安尼讲吼，海外的留学生的努力吼，实在是真大啦。即马吼，大家吼，尤其台湾来的人吼，出自就是伊拢唔知影，想讲吼，伊自由敢那本来就是自由安尼，唔是安尼，迄是争取来安尼，迄是遮的人吼争。去争取来再安尼安尼，啊个丁教授来。我想我之前咧讲哦，即个比较辛苦吼，就像咱以前做诶代志吼，运动爱好台湾人吼，伫台湾吼知影了吼，即真好嘛吼。但是我今仔就是讲，你头下咧讲着吼，我嘛讲我伫民权会吼，我咧想着谢人咧，想着吴明辉啦。哈哈哈。哦，吴明辉对咱吼，遐尼贡献吼，伊诶牺牲遐尼大吼。但是尾啊吼，煞互咱爸，互咱家 neglect， 吼，咱家煞无好好个照顾啦。啊，伊个性哦，实在是有影是真可怜啦。就就就悲伤啊！我感觉照生活照无，因为我迄阵啊，甲伊斗阵的时阵吼，感觉伊有影是牺牲真大，啊，咱有影是欠伊欠足侪啦。对对对对对，因为吼，因为我参与林光辉时间真长吼，一记得。即、这个人的 case 真多啦，迄、那个比较啊真多啊，可能讲即吴明辉即吼，迄、那个我嘛捌伊安尼。伊咧开迄个听证会的时阵吼，我嘛是甲伊斗场安尼，但是吼、哦，早期的留学生吼，拢是，若是教授都是学生啦，伊经济上有限啦，所以要帮助实在有限啦呢。迄时代伊个性时，我嘛感觉真可惜安尼，我真了解你安尼。迄实在是吼，早期的这个动机吼，
真侪比较真侪，即多多少少真侪安尼。我是讲，伊伫Los Angeles嘛吼，较最近吼，但是林光辉吼，是对台湾遐一挂人吼，去个 recognize 有啥物奖金或者10,000块、20,000块咧吼，你互遐台湾遐个林光辉的林冠啥物贡献者啥物件吼，啊，陈志山对咱家己第一家吼，安尼遐尼落难的人吼，所以拢无咧照顾。啊，较可惜，迄实在是，实在是讲起来吼，林冠辉吼，诶钱哦，拢是募款来安尼。比如讲这本啊，迄嘛是去募款1,500块才去印出来安尼，因为迄钱拢是去募款来安尼。啊，台湾人好个人真多吼，啊，大家拢好个啊，但是，即个可能即文化讲。诶，关系哦，要出钱哦，拢不要简单啊咧。超去出基本诶1,500块，嘛是去募款来安尼。所以这台湾人诶，即个这情形就是安尼啦。啥物代志拢是募款来安尼。比如讲，我古早咧要参加会议诶时阵，我咧填啊是咧教书，我安怎参加？咧塞车，吼。啊！再去困迄个 rest area， 你知影迄个美国土地遐尼宽哦。你困迄个 rest area， 啊，透早6:30起来吼，啊，再去麦当劳去洗面，再去洗手，啊，再去参加安尼。啊，即摆台湾人哦，要参加啥物会哦？就要住旅馆，吼，啊，就要白飞机安尼。我即摆要讲，就是讲吼，台湾人吼，诶，经营无安款啦，拢是无款来安尼啦。即摆起了，像这个。即嘛是去无款来，再迄款尔。关于这个吴明勇哈，吴明辉哈，爱历史，爱感谢吴明勇。哦，啊，佮另外一个爱感谢着石庆文啦。好。哦，伊20几冬吼，安尼不时拢有含伊伫联络伫个关心，啊了。伊个写迄，敢那不得不切的小说哦，一直写哈。哎来，我 pass 这 information， 因为安怎啦？因为南加州有一挂分会滴哦，啊，因有困难啦，因为人讲到钱吼，实在是较困难啦，因为。啊，这个吴明辉的代志吼，特别是本，这得搁讲到小庆文啦。就是讲，吴明过身迄礼拜，我早的时候，我甲谢俊文讲，吴明过身啊吼，你是不是在写篇文章嘛？伊讲好，伊甲讲好。结果一下伊摕一张相片来，我一张相片还搁伫咧，我就还搁咧等伊文章啊。哈哈哈！哈哈！拢有关系的款式，什么关系？你来写，你来写。我想哦。今日因若总讲会当咱特别一个共识，甲吴明辉的物仔写好好势吼。好啦，我有写啦，啊你无定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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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可能我咱这，我看今日上好的就是讲你谈只回忆，才过去遐吼。啊，问题这问题出伫底呢？问题出伫讲，即老的老啊。哦。你这物啊，要搁传的，到底是要安怎才好？参恁即卖文光会，后日摆要伫迄个，后日摆要伫。三婆社。三婆社开会，这是咱的文光会嘛吼？对。哈。这是对这个。办好连麦哦。摆办连麦，我话看我来平均年龄超70几岁啊。很难总共介绍的人无几百遍呐，然后。当然是安尼啊！本来这林光辉是要踮咧南加州办啊，啊，你写了不好势吼，啊，才走去三佛寺去安尼。我抽出来吼，啊，抽出纪念告诉我，啊，迄个拄只你讲的迄个精神吼，我要表达的是，阮两人吼，我50出头，啊，伊44岁尔，44岁，好啊，少年，真系对恁有效力。阮要搁咧 carry on lean spirit 哦，安尼啊！阮即马是伫 Starbucks 上面，阮今日透早，阮伫 Starbucks 咧上面，安尼啊！也变数，啊，阮确实
阮即马毋是住伫迄个普通的，你的迄种迄、那个，迄、okay. 个迄、那个，毋是你驶的迄车，阮故意买一台 van， 阮困伫 van 内面。哇！阮要搁你拼，安尼赞赞赞赞！阮是专业做台湾建国的人。哦。啊，但是我有副业，我咧做其他的代志。啊。哦，你讲明信片？有啊，我有明信片。哪里是电话过来？我就是调过去，拄只当出去摕明信片回来。啊，即摆吼，就在座人吼，伫宗教上，如果哪阵有家己信的人，唔通见怪，因为吼，这是我亲身的经历。吼，我以前无印这张明信片，这是高堂来才印的。对呀，吼，多谢多谢多谢。这太极图吼，这是高堂来甲发生的代志。哦，进前吼，田林公因拢知影我吼，社长啊，因迄个回纳这拢知影我吼。啊，我因为伫即个哈利屋，迄是我副业，吼，我是台湾建国行动运动啊，行动艺术家，所以我是用文化甲艺术咧做建国工作。赞赞赞赞！啊，我上早出国，我是走去曼德拉故乡南非去的。哦，我出国迄当拄啊曼德拉放出来。我落土迄当伫台南，我富城人吼，我台南成功路落土，迄当都曼德拉被关入去，用抓着。所以我甲恁无共的时阵，我有加恁一个真正伫迄个民主人权斗士的故乡，迄个国家南非，我有伫遐，伫1990年到1998年的经历。哦，我1990年过去了的时阵，我身为因已经来到 New Jersey 啊，所以我1991年我就去走对美国来啊。我对美西入境，美东入境，我对伦敦入来，啊，我伫科来洛杉矶啊，哦，我对西雅图走去加拿大。一路去为日本啊，苦世界一日，我目的要创啥？我了解讲到底咱台湾人为什么咱是 infurious？ 为什么伫台湾咱来比人较积极？啊！哦，我伫这个情形，我发觉讲，哎，为什么台湾人伫文化上永远拢爱比这个东关教较积极？哦，啊，我去印证这个代志，啊，去个南非的时阵吼。我发觉就讲，南非黑人若有法度成功打破这个 apartheid， 为什么台湾人伫经济方面咱比因更加有成就？为什么咱做袂到？所以我发觉的就是足严重的，就是伫文化上、语言上，咱已经失去咱家己的独立自主。所以语言是上基本的。所以我来到1998年来到美西的时阵，我要入去哈利坞。我要用媒体来去应用这个代志，啊，所以伫迄个时阵，我伫台湾，阮第一届拿去麦克咧发表的时阵，田亮公伊就看到我，因为田亮公因咧注意这台湾运动的代志，啊，但是尾啊，佮伫信用宗教上的产生着极端，虽然我真早嘛已经受洗啊，但是我发觉讲，这个宗教的问题，有呾影响足大。如果咱若伫政治上要独立的时阵，文化宗教嘛是爱独立啊。咱哪会当吼伫即个文化上、认同上吼，无家己独立的看法？啊，我就是安尼坚持，我一直坚持讲，哦，我认同我是台湾出世的好老民族的人，我是好老人，我嘛要参加台湾建国，我无一定爱平埔族，我才会当台湾建国。所以我就安尼，甲慢慢去拆归去，啊，就是安尼坚持到甲1996年，哦。这个太极图来啊，全真正发生啊！就讲咱好多人咧讲的，台湾人咧讲天公的代志真正来啊！真正安尼，我转去台湾高东，到甲今年才娶这位叫做周丽生娶，哦，我台南出世，伊开元路出世，我成功路出世，哦，啊才娶伊个啦！啊，伊伫台南咧做老师。国中的老师，伊师大国文系，22年的资历，啊，专心甲我继续行这条建国路。建国，建国。啊，即马伊暂时请长假就对啦，伊个头五冬就会当退休啊。好。但是为着这个代志吼，伊要相信这条路是绝对行得出来，哦。啊，所以我希望讲大家鼓励一下。哦，伊是因为我。不，因老爸是支持台湾的，无唔对哦。但是因老母唔是哦，所以伊都唔知影这个代志。啊，因为我的时阵开始支持因老爸啊，
啊，伊阁相信这条路绝对行会出来。啊，我一直要找到台湾花卉，咱遮个咱个建国个同志，咱个遮建国个先进来，互伊真正实际上上课。我一直咧 expecting。啊，有若转来，啊有若甲足侪人交流创啥？我感觉今仔日开始真正，因为教授恁这个什么啦？今仔日而且是我临时决定要来的。哦，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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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来种奇怪，安内拢点点。啊，尾啊，我听人咧讲话，但是门关起来。哦，无外久，我甲你看东，我才门来开开。啊，我行入来。啊，所以我对这一直咧甲讲话讲，正港台湾建国的前辈者，就是伫咱遮在场的。哦，像教授啊，搁咱在场遮先进诶，这个是伊真正爱学习 look up to 诶对象。哦，啊，所以呢，阮一来对心内啊，吼，阮要决定讲要加入教授你所吼带即个组织啊，因为伫台湾会馆啊，我本身毋捌真正参加倒一个组织过，我毋捌参加真正倒一个组织过。哦，这回因为要支持蔡廷贵教授伫台湾，伊个台湾自由党，我甲出名加入游鸿明的这个后援会，其他我唔捌正式参加啥物组织个，啊，所以我今仔真欢喜，因为我一直要找一个 role model 和 Julie 来 follow， 吼、哦，所以我开始真欢喜，啊，这是我的名片，啊，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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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吼，叫我戴门德吼，因为着要纪念我伫南非的日子了，对啦。啊，我阁有好，我等下要摕吼，好，我即马全部拢无落啦。还不容易，差不多。十二年前吼，在即个所在，台北人论坛邀请全美人权会会长吴廷和，啊，吴廷和来遮演讲，啊。哦，有一点我的失望是，敢那王太和一个人来啦，哦、就是讲伊是林冠辉，迄点是一个失望啦。就讲全美的会长来遮咧演讲这个林冠辉，但是就讲林冠辉到底是偌侪支持者？敢那一个来安尼啊？就跟咱王太和，无啦，拢其他，阮有人啦，但是讲林冠辉啦，吼、哦，跟咱王太和一个来啦，一个来啦，吼、哦。所以我正就是要请教你，就是讲是安怎这个林冠辉吼，这么未发展，啊，要安怎发展？你有啥物想法无？林冠辉哦，可能一个原因就是吼、哦。不管是伊哪要共个人无款安尼啦，因为啥物代志吼，拢欠钱嘛。啊，讲哦，人寄批出去哦，拢是讲无款安尼。啊，可能大家惊着会款啦。那你嘛无来？啊？你嘛无来？一定没被。哈哈哈！十二年前，因为哈，十二年前也未来啦。因为林冠辉哦，不管是做咧无款安尼，所以吼、哦。这点我有注意到安尼，就是吼、哦，你若定咧要共无款哦，大家吼、哦，嘛会惊咧哈。啊，林冠辉吼，迄、那个转型的时阵吼，差不多五十州每一个所在拢同乡伫安尼，啊，拢吼拢安尼，可能吼、哦、啊，因也无真侪款，啊，问题就是吼、哦。有热心的人哦，拢不是生理人啦，拢是学生啦、教授还是吃头路的人安尼。你知无？我请教你哦，伊头讲1990年台独迁台吼，啊，你说第一台独人民迁对台湾这个经济啊，甲这个的评价上的评价上款，有成功无？迁台等于那不能。带动台湾的独立运动，结果顶起以后，因为感觉张三丰聊的军医啊，什么咩啊班，就是迄种，佮感觉拢无啥物，但是无讲真成功啦。啊，这你也看我相关，请你要评论一下好。因为吼、哦，七点钟就是吼、哦，因是拢要做官呢，迄真唔对啦。
迄台湾人踮咧海外，即个独立运动，迄是一个运动啊。唔是要等于做官呢。所以这是文化的问题啦，这咱们家己台湾人有缺点啊，这是文化的问题啦。那这点我同意教授，因为我甲周善荣吼有亲身接触过的经验。因为政治上有一挂关系伫的吼，伊若做个台南市长嘛吼，我有亲身去办公室去拜访伊，我确实就是伊赞同你的讲法。也官僚作风已经出来，因为吼，因为我想说台湾人的文化问题嘛，真侪人，若讲要请来做华侨，啥侨委，啥立法委员，就是变变叫安尼。起码就是，这是文化的问题啦。个人文化哦，这是文化。这差距啊！我连那个迄个地高是讨论咱。台湾独立这个问题吼，可能会当应用者，就是讲当初是台湾囡仔来美国留学，啊有迄个心哦吼，台湾不公平，要家己独立建国啊啥，啊你的理念，你的建国独立建国迄个理念吼，是真 sacred， 真神圣的物件。That's right。但是直直发展的时阵吼，有足侪人控制个，台湾慢慢，你迄个目标吼。可能台湾嘛，加减啊有够，所以你讲民主啊、自由啊什么，啊，家己做出头天啊。其实台湾你要加减，你的目标已经有迄个成就，迄、那个你迄个 goal 加减有达到，哦，但是无百分之百达到，你袂改，哦，但系所以可比讲，即个台湾的上普遍就是，迄、那个 common denominator， 就是迄款。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国名号做中华民国，啊，这地高是就跳起来啊，哦，但是大部分人接受啊，啊，所以就是讲，你迄个动车迄个 course 是 sacred course， 神圣的任务，即卖是变 secular， 变世俗化去啊，啊，大部分人世俗，啊，你对你来讲，你是要个，你就是你个 pure technical fundamental。你无法当接受迄个，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发展。这是文化呢，这是文化呢，所以这是文化呢。你在多少几位先生在讲，你问我有成功无成功哦？真明显呢，因咧家那算做成功。有影响无影响？哪里唔用成功诶？你对台湾前台定义以后，对台湾这个讲有啊，有影响，有影响。有什么感觉？有用，一定的时候真轰动吼，因为安怎啦？要加入台湾人民的人吼，真多啦，会员吼，直直增加啦。迄会员吼，增加。啊，伊参加的原因是啥物原因？就是讲，分入北疆的是，就是讲，你知无？哦，某人要做会市长啊嘞吼。对。我三小舅一个吼。所以这是文化的问题啦，这样有影响，当然是真大。这是文化的问题啦，这是文化的问题啦。可能嘛，人性啦。哈？我想人性。个人的人格。人性、人性的问题。你无论啥物活动，我想到尾拢世俗化。对。啊，你动车迄个足顺的，迄个 course 哈。拢拍折个，对啊，可能一定拍折，可能人性就是安尼啦，吼。人性，啊，但是可能台湾较厉害个款啦。无，我发现拢会加减啦，可能犹太人无呢。好。Not necessary, OK。可能个，哦，可能是讲民进党开始动我个心，是你是家己偷个拐手个咧底下咧乱个，对不对？啊，可不诶，民进党嘛成功，啊，佫足侪人当选，啊，真侪人本来看你讲啊，你搞了什么东西，啊，可不诶，民进党成功，诶，足侪人嘛加入民进党，啊，提名我，我来要选举啊，对啊，啊，伊无一定有迄个民进党上关系迄个理念，伊无一定有，但是我来话民进党，即民进党足侪人支持咯，会当选啦，啊，我嘛来加入。
营养原来的理想。你是咧讲迄个副总统，即摆副总统伊咧？嘿嘿啦，迄个国民党要招伊歹去啦。讲出来嘛，名个讲出来。好啦，迄个人权吼，即咱古早咱咧做诶事是拢伫咧政治方面嘛，哦，政治啦，吼名单啦这方面啦。啊，这方面主要是台湾当然无迄个火烧岛也无啊啦吼。内底真正种真正政治犯，真正照台下组织，你国事台下就是讲台湾即爿根本就无政治犯，无迄个政治犯迄款的。咱古早，我这个意思就是讲吼，台湾的人权是毋是搁爱提升甲讲经济基本的人权？是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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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个弱势啦吼，是可能迄款的福利啦吼，即款的人权应该得爱。提升起，提升起，人权吼，做较快，卖干那个破去整政治。对啊，人权吼，是包括政治吼，以外，佮经济啦吼，文化啦。文化。你对你的太太好啊，歹，迄嘛是人权啊。对，迄嘛是人权啊，对。是啊，是，迄嘛是人权啊，你讲人权，伫厝内对恁太太歹，那有什么人权？对啊，对啊，对啊。迄人权就是哦，人吼，大家想讲吼，人死自由平等吼，人死在就自由平等吼，无啦，不，唔是安尼啦。我即摆讲意思就是讲哦，台湾的人权已经爱去咧另外一个战术内底。哦，比如讲即个蔡门，伊竞选总部你开幕的时候，七八百个迄款咧劳工去个总部个抗议啊。我讲恁即个恁即摆恁即摆。执政已经执政了，但是你含财团挂钩，改革已经很快。啊，这可能咱是不是爱支持蔡英文，还是爱支持遐企业抗议遐失败？你要讲我教授本人啦，哦，你别讲哦，讲安尼真侪有诶，一个人哦啊，一个某啊，两个某啊，都安尼处理个真啊。伊讲你处理一个某就足艰苦，足困难。哈哈哈！啊，你讲诶啊？啊，是不是？啊！咱这内底吼，你做运动内底，敢若黄根生伊伫厝诶，真正是照人权咧做。我看到啊，这个也是啦。哦，这个是。啊，照顾下无？但是有足侪人吼，伫外口咧做运动吼，伫厝诶对家己太太拢做歹。我拢防招啦。哈哈哈！哈哈哈！你无照顾人权。哈哈哈！你看有摕到吼，即个卡特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诶时阵吼。哎，那林冠辉一直丢是几多呀？是林冠，那美国唔都要甲中国建交嘛？吼，啊，那林冠辉诶，迄个立场是啥？反对啊！反对伊个建交。啊！我想到那反对。建交，运动的嘛，敢不是？这确实是安尼无唔对啦，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讲，卡塔有恶化国民党个讲吼，因为。卡就是一个人权的总统嘛，所以郭明辉也好，迄个张金雀也好，拢是伫伊迄个时阵走头来美国嘛，对，都是因为卡特重视人权，对，啊，毋知邀请伊来美国嘛，对，所以印度是无印度反对卡特嘛。你是讲当初还是以后？不如到迄个时阵哈，当时咧要甲美国建交的时候，我要甲中国建交的时阵，那印度爱战胜嘛？对。我对卡特唔是讲伊含中国建交，伊含中国建交，这是在国际上伊要含啥建交，伊是无要紧。是问题是讲反对卡特建交的人上大的部分是国民党那边啊，对。啊，咱台湾人来讲，台湾人讲的事情足简单咧，你含伊建交 OK， 但你要保持我的人权啊。对啊。我意思就是讲，迄种人权。林冠辉的立场是，伊就讲，伊当时是毋才走总啊，故台湾官员毋才走出来，台湾官员完全是要保护台湾的。对啦，台湾官员会执行啦。啊，所以毋是讲反对迄啰改建交。反对啦。无啦。国民党反对啊。对啦。迄个台湾官员遐内面有一个林冠，迄个吼，迄是台湾人的贡献，你知无？迄是台湾人的贡献。那无迄嘛袂使嘞。对对。最重要就是那句话而已。对，最重要就是那个尊重台湾人的人权，这是台湾人说的。所以我直接说就是说，台湾的民主和自由，和人权是海外的争取，出很多力量。
因为即卖人吼，因为新的来吼，伊想讲，伊出一日遐尼简单，伊拢唔知啊，啊，伊拢无去想着讲古早遐个人吼是安怎奋斗出来。十八岁讲少年，你讲林义栋是贪污的政权啊？想讲，我可以讲。大将哦，都话先生吼，你有提起讲这个南非吼，啊南非，南非啊，我的印象真深，就是讲伊个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啦吼，迄个，这是上厉害的所在，迄是上厉害的所在，啊，我会感觉讲，迄是伊甲这个 reconciliation， 甲这蔡英文上届大个差别啦，对，吼，就是差在即个讲 truth。蔡英文伫咧 emphasize 讲 reconciliation， 吼，吓啦，吼，蔡英文是干来讲 reconciliation， 啊，伊个曼德勒伟大是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啦。That's right。啊，我正要讲一个 truth， 就是讲我的想法啦，吼。这个林冠有关的，台湾要补充哦。呀，台湾吼是一个，或者讲白菜的所在啦。是，吼。一个拢讲白菜的所在，原来不是拢种啦。哈，起码咱们高雄拢讲白菜。这是一个讲白菜的岛啦。我有理由。起码是哦。等你听我讲。啊，我要讲起码高雄拢讲白菜的哦。你一点就是讲。我要补充伊。我同意十三亿的中国人啦，应该想法同款。就是讲中华民国今仔日就无存在嘛。1949年就无去啊嘛。但是咱的人唔敢去追求这个真理啦。哦，啊，所以今仔日才会，逐项拢用白菜，搁白菜，搁白菜，搁白菜安尼。所以咱台湾人敢讲来面对这个问题来追求这个真理，看中华民国到底是1949年都消灭去啊，还是讲到即阵还搁伫个？讲伊会当隔海，盘山隔海，还当走来一个所在，还讲还搁这个存在安尼？这个经历吼，我感觉咱拢唔捌咧讨论啦，唔敢讨论啦，唔敢讨论啦，唔敢讨论。啊，所以说提出所有的后壁问题，足侪。对，无错。你看我第二届吼，伊第二届就是第二届是烂的，第二届。你这得替伊道善终，可以继续一直。我是讲中国人，咱顶面读的是讲共回万恶共回吼，但是有一挂想法，我感觉我甲因共款啦。我唔是讲话啦，但是人因咧南京都有一块墓牌吼，讲伊结束啊，讲伊结束，1949年就结束啊嘛。迄个墓牌是1912到1949，有一块墓牌伫个啦。啊，但是咱努力吼，安尼做一世人，啊，唔敢去问讲伊个真相。哦，你这个到底是存在，还是讲你完全拢一个白惨嘛？有啊，这就公开咧讲啊，1949就中华民国就消灭就无啊，啊，这就是蒋介石嘛是安尼讲啊。啊，今仔日就是讲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伊名叫做中华民国啊，你啊，这对迄个啊，这就是，这就是一个方言，要来解释一个方言呢，啊，直直改安尼，直直砍安尼嘛。啊，即马这我感觉上严重的就是即马未来听讲要执政的这个党吼，所谓台湾人的这个党吼。继续咧，这个道善从，可以继续活条咧。用这四年继续安尼，安尼唔对啦。啊，所以到底要安怎？这个问题要安怎？我是民进党，无迄个魄力吼，甲胆量吼，都迄个落去咧。照你讲诶，无迄个魄力啦。我看小问，我感觉讲吼，这建国路就种伊evolution进化诶方式咧，安怎讲呢？你若讲看迄个古尼了，伊啥物了大太阳花学运运动哦，伊感觉讲啊，台湾开始变化。即摆太阳花内面，伊就外省人对三代的人拢认同台湾人啊，是啊。外省台湾，阮台湾安怎？啊，阮台湾安怎？安尼讲啊，是啊。这变化哦，所以因的国旗就中华民国，迄旗也滴个。也有好去比赛，因的感觉是讲中华民国是我国家。但这物件国旗，陈世孟你讲就会国旗不一定代表国家哦，也是讲会使烧对唔？对啦对啦。叫红烧子该骂啊，你有无？讲会使烧会使变，这物件是后摆咱要安怎解决的问题，是咱家己程度跟90%拢是我是台湾人，我台湾人为了台湾建国，就建国运动安怎开始也选择讲啥物？选择迄个要安怎解国旗？就要解国旗时阵，但刚刚你刚刚迄个。迄个
你阿扁啊，做总统的时阵，我上钦佩伊。做市长，市长的时阵，伊建设路个改做迄个凯达格兰大道，最成功的一个社会运动呢。安怎讲呢？伊要从进行哦，拢征求大家意见。啊，讲对，我叫人写迄个意见出来。其中内面六十个，出六十个起来，还有那叫一寡迄个，比如什么艺术家啦、文化协会、文化的人来评论名啦吼。结果是凯达格兰大道，凯达格兰是孟加遐的，迄个初初住在孟加遐做的。凯达格兰，就是做对啦，住在孟加台北盆地遐人就凯达格兰族，就是啦。凯达格兰，孟加这个名吼，孟加名啊就是凯达格兰大，因为凯达格兰族内面因解要过阵，因盆地食水啦吼，啊水钓甲水啊，迄种孟加就迄条船的名啦，你知？啊，但比如孟加顶对最重要食的所在，集中甲汉人伫换迄个换汉字换名吧，所以汉人家讲迄个船食最所在叫做孟加，所以呢，那就我定就经常讲，台湾要建国，对咱文化都要开，咱的文化都要开始，知影你 identity， 你知？我继续补充。那个老先生，老会长啊，这位廖会长，啊，对，那个南非约报那个台湾同乡会廖会长廖先生，哦，跟我有熟，吼，来，我拄只吼，延续着，咱咧讲咱这个林冠会，搁来要做啥？拄只社长咧讲的迄个代志。我感觉集体林冠才是以后咱这个会会使搁做的工作。这集体林冠，林冠伫什么所在咧表现出来？就是语言。这个牵涉倒来在廖会长所讲的，所有的代志，一直到1949年，这个 Refugees of Chinese Regime， 哈、哦，我拢叫伊叫 Refugees of Chinese ROC 啊、哦，这个难民政权。来到台湾了的时候，才有改变的物件，来甲恢复拄只老会长所讲的，恢复着真相。因为伫1949年之前，无伫台湾存在的这个 truth， 爱恢复倒转来，这就是 rehabilitation， 爱互复建倒转来嘛。所以安尼才有法度解决着注意拄只伊在咧讲的啊。即、这个啊，你啊，拢愈加了，愈加啊，都假的，愈塌愈多，愈来愈多 lies， 哪乎真正头前贵是？会长应该是哦，蔡会长，蔡会长所讲的，真正原始的 passion， 原始的真理甲理想，拢无去嘛。所以上简单的一个方法论，回转来到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真相调查委员会啊，啊，这个空课啊，就是作为民选的领袖的人的基本的任务。伊无这个能力通做，伊必然会阁互踢掉，一定爱阁互下一个人想要做，想知影要安尼做的人来承担这个任务。所以阿扁啊，可能。有一个真大的贡献，就是拄只廖会长所讲的，把迄个介绍咯，恢复真相，卡达格兰族的名伫迄个所在，迄是上早的真相。之前原说埃欧人，即马唔知安那讲迄个话，但至少佫会找倒来上早的迄个真相，就是迄个族叫做卡达格兰，就是伊个改名。所以呢，咱会当做的就是讲，我的建议，如果咱哦，若准阮要做迄、个名誉啊，是未来要加入贵会的会员来讲的时阵，我建议讲，咱会当调向着 collective 吼、哦，集体人权。拄只哦，足济咱海外这人权会奋斗啊，个人奋斗为着个人的 individual 的 human right 咧奋斗，即嘛个人的人权已经完全自由啊。但你嘛会当点马英九，吼、哦！所以呢，集体人权才是重点。集体人权就是我一向所坚持的民族主权权、民族自主权、民族独立权。伫语言上，就代表着集体人权。所以呢，集体人权才是咱
如果会当继续坚持这个会理想，一定要做到一天像南非，伊所有的族群有十一个甲十几个国语，含迄上少的族Bushman迄个族，伊嘛是嘛是咧争取原地的迄个 truth。伫你遮的 Africans 还袂来，遮 British 还袂来的时阵，我的语言就要互我变作是有那共同社会语言国语。所以呢，这就是伊的集体灵魂。即马台湾人九成拢咧讲白话，拄只老会长安尼讲的时候，我就一直讲九成九十趴哦。你看日头花运动遐少年的哦，伊伫公开场合麦克拄好伊的时阵，伊拢讲普通话 Mandarin speaking 啊。这是1949年之前，台湾无人会晓讲这种话嘛。这个话毋是咱土地顶的话嘛。所以1949年，这个查拉洞，中国国民党流氓政权来了，才开始注入啊，瞬间咱遮社会喏变正去。客人变啦。哎，客人讲客话，如果客人若准伫美国讲啊，我客人。我不爱讲 English， 你嘛会使甲美国人抢啊。所以你有你的人权嘛？哦，你若认为讲你无要认同 English speaking America， 你讲我要讲 Hakka speaking America， that's your perfect right， you go for it。但是 respect majority， 这是一个社会安定的基础。为什么少数人伫台湾未尊重多数人？这种政治操作。所以伫美国，你会当乖乖做 minority， 你别感觉讲 English speaking 是咧压迫你。But if you have your mentality issue， that's your personal issue。但是咱基本上支持集体，你认同你是这个卡达格兰族，我支持你卡达格兰族去做你 reviving 的工作。你认为你是 Amis， 你认为是客人，你认为你是荷兰人，咱集体来恢复这个集体灵魂。这就是我。坚持会使讲二三十年咧做的工作，啊，所以伫咱争取到台湾即马开放的个人人权，即马包一包 OK， 即个会若要去延续，要延续即个 passion， 咱就要朝向台湾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恢复到1949年进前，暂时抵占日本走了后，每一族拢有家己回转来家己的人权。集体人员，我认为这是我提供的意见。等一下，如果咱可能时间差不多啊，啊，你可不可以去对吃饭？那个萨库拉，对对，啊，萨库拉啊，我今天有老在，要去做到底吃饭啊？哦，今天哈，嗯。